怎样快速死亡？洗个热水澡，再喝杯牛奶，躺在床上，放一首自己喜欢的音乐，盖好被子，关掉房间的灯，听着音乐慢慢入眠，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。如果这样做，恭喜你，昨天那个不开心的你已经死了。来抖音极速版看视频领现金。